嗰啲問題啊？其實都問咗30年啦，由出世開始，阿媽已經好想將我嫁出去。咁但係到上年開始真係冇問啦。到上年就我發覺佢係放棄咗我嘅。咁到今年都係冇問。咁所以都好嘅，即係證明佢都會覺得佢都接受我嗰套咯。可能真係要隨緣，同埋係冇得意心急同冇得逼嘅。但係玲玲姐都批你今年有機會會結婚。有機會會結婚，其實我真係嚇一嚇嘅，因為我自己咧都係完全未有計劃嘅。但係佢竟然咁大膽可以批我，咁我哋就睇下2019年會唔會啦。嗯，係啊。新年，我下半年要開劇啊，所以而家都要養好身體先，因為發覺都好孱啊，成日都手凍腳凍，同埋譬如有時而家咁樣都已經覺得會凍，咁所以希望再養好啲嘅身體，因為嚟緊都有兩套劇啊，下半年，咁希望再個狀態好啲去開始咯。